嗨，大家好，社长。大家好，我是芒果。我们今天来陪各位跨年。对，一起跨年。一起跨年，虽然这个是预录的，但是呢，但是我们时间就大概抓得刚刚好。对，还是跟大家一起跨。对，一起倒数。一起倒数。嗯。那今天可能有人去现场等什么烟火啦。对啊。或是去出去玩啊。对啊。唱歌啊，喝酒啊。嗯。一起很无聊哈。所以呢，我们来每年都一样的嘛，每年都一样，对啊，我们来跨年，嗯，哦，那今天特别跟芒果来跨年，对，我们来回顾一下去年呢发生的，在频道社长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好啊，那跟大家来分享，因为这些事有时候我们在做游戏方面不会跟大家讲到一些内幕啦，或者说其他心情上面的事情。嗯，但这一年也算是2019风风雨雨的啦，就发生了不少事情。是什么事情呢？什么事情呢？听起来不是也没有啦，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糟糕？也没有啦，也不是说多么糟糕，当然糟糕的事也是有。对，首先就是说，我们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朋友呢，他本来也在卖一些类似游戏机的东西，嗯，那就是说被警察给抄到了，嗯，那就没办法，因为毕竟有时候卖一些这种大陆商品啊，那有一些违法的或是什么状况呢，被抓到了，嗯，那就是要付一些罚款，就是被任天堂抓到这样子，所以呢，这是没办法。亏大了，亏大，那没办法，投资一定有风险嘛，做生意有赚有赔。是的，就只能说，嗯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推荐一些游戏机啦，或是游戏，那有些商品又不是说我们做的，嗯，我们只是拿出来买的，拿出来讲讲嘛，嗯，然后跟大家分享，但是他，我们不管他违不违法，违法是有人会去处理嘛，所以就是这样，然后。然后二月的时候呢，老梅加入了我们的频道。欢迎老梅！欢迎老梅！这片子后面有彩蛋哦。有彩蛋哦。请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倒数跨年，看到最后。看到最后啊！如果看重播，你要直接到最后也是可以。你把广告点看完好不好？对。那时候我就找老梅来拍拍片啊，嗯，然后也。蛮多人喜欢的，啊，嗯，啊，当然芒果已经在我们这边超过一年了，对，超过一年了，对，没有人不知道了，还是有啦，还是有，还是有吧，明年会越来越红，对，去年我们在录那个什么抽奖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有许一个什么许愿望啊，芒果就说我要明年要大红大紫，大紫了，大紫了，身上到处都是。到处都是凹坑，对，大直了，大直了，不小心就黑一块。对，那你找到原因了没？不知道为什么被偷打，是被蜈蚣咬。蜈蚣咬哪会那么大？到时候把我的那个照片就 insert， 对，放在这，大家吓到。好，等一下，那个芒果把照片给我，我就贴。对，就是这里。对。你看这怎么产生的？怎么产生的？而且是在大腿后面。对啊，这里。对，为什么？肯定不是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跌倒了，然后就被人家偷打。我都跌倒了，还要打我？我是再踹一脚，再多踹一脚，就常常莫名其妙有受伤。你看，看前面啊，芒果，你要看前面啊。乘客来看都是来看芒果的，啊，来看脸的，啊。在前面一点，啊，那你坐前面了，不行，不要，我坐后面一些脸小。但我坐后面比较瘦，啊。坐后面，我坐后面比较瘦。我坐前面一点。到底在干嘛？啊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二月那时候，我有跟宅卡拉合作的片子，几个片子。嗯，宅卡拉最近都在做那个
很耸动的政治影片哈，大家可以去看。然后合作个几片之后，因为就没有再联络了，所以就合作那几片而已。他之前是跟菊洛嘛，他菊洛太赚太多了，不缺我们的。菊洛哥等等在下面说，对，他等等就来了。他等一下来，他上次看到你那个什么春丽装，他说什么什么你穿黑色裤啊是为了遮腿毛吗？腿毛有刮啦。对啊，穿不穿那个裤啊都是有刮腿毛。对，有刮啦。啊，菊洛哥你不要关心人家腿毛好不好？对，手毛是懒得刮啦。手毛算了好不好？有手毛的才是美女啊！对啊，有胡子也是美女啊！是这样吗？我国小时候以前有一个女生哈，她有胡子，哦，就很那个小，就我也有。你有刮吗？我没有刮，我也有。那这样还好。我就说，哎，你有胡子，她就趴着哭一整节课，然后就被老师骂，因为我欺负她。小学生啊，玻璃心，小学生不喜欢被说这个啦。我小时候也是，就被说吗？没有，从小被说到大。毕竟我从小手毛是上菜。没事，手毛好，手毛最赞。你要找到有手毛的太难，好不好？还要这么长？对，要这么长太困难了。全 YouTube 界手毛最长。什么啦？切，下一个话题。好，下一个话题。下一个。好，然后这一年呢，我常常去小杨他们店那边，这边拿迪赛，去他看他买什么，我就拿来，拿出来开箱，拿出来开箱。那也骗了不少次数。然后庄董啊、小杨啊，他们就买了很多高级的，我就去搭一下火，顺便拍一拍，也不错。然后今年也做了 T 恤啦，像这个 T 恤有没有？是的，做了两种 T 恤，然后也做了手提袋。手提袋还在店。手提袋还有在里面。那下次手提袋拿来抽奖好了。好啊。拿来送，好不好？别人要买送。啊，送。我们打算明年呢，我跟芒果一起合作，我们在频道，我会做一些我们频道商品。对，限量商品。限量商品。对。啊，老玩家会喜欢的。然后我们把它做出来，大家来捧场，好，就限量，限量，卖完就算了，都限量，哦，赚不赚钱，没关系啊，有赚最好，你们有买，芒果就有薪水，好，好哦，好，社长说了，你们有买，芒果就有薪水哦，对，你们多买一点，好不好？芒果每个月都有薪水，救助芒果计划，芒果救援计划，欢迎打这个专线，订购专线。吃土芒果救援计划啊，是哈，对，把钱汇到这里，好吧，不用商品的汇这里，要买商品的买这里。好，然后，我弄了那个芒果跟老梅打电动嘛，然后我就把另外一个副频道改成低分少女，对，就放一些，有的没的，有的没的，有时候一样，有时候不一样的影片。那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虽然那频道现在还很可怜的，少少的，少少的，我可能要放一点比较特别的。对。所以我明年呢，会拍一些特别的影片，然后去给大家看。限量影片。限量影片。黄标影片。好。那是什么？黄标就是 YouTube 会觉得说你这影片有问题，他就给你黄标，不给你广告。哦。然后你这个片子就没钱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的频道的观众支持我们，就来看这些影片，这是对的吗？我们又不是要拍什么奇怪影片，好，只是有趣的，有花一点成本的，好，像去年我有花，去年我有拍了一片那个去旅馆棚拍那个，就是写真写。还是平常给人家拍写真的一个，那可以剪出来放。四月拍了到现在还没剪，他看上次看到我说，那个社长，那我怎么片子都还没有出现？对啊。我说哦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个片子就一直
剪别的，就一直没有，就忘了这个片子。他想说他都已经穿的那么的，还是要把它剪出来。好啦，等我有空了。好，我们还要倒数三分钟就要跨年。对，我这个一年的东西还没有讲完。对，我要讲快一点，然后之后呢，下半年开始，也不是下半年，飞龙哥找我合作。嗯，没啦，不算合作，就是说帮他开箱了。嗯，我没有赚钱的，纯粹推广，好吧？飞龙哥干嘛你知道？然后呢，借着我们就拍的洛丽塔的服装，那时候有老郭啊、老梅啊，他们都去穿洛丽塔。非常的可爱，下次应该换别的造型。好哦，因为上次那个造型不太适合。嗯，妆太浓了。妆太，你不适合妆太浓。对，你给镜头看一下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淡淡的不是很好吗？对啊。倒数两分钟啊，要放烟火了。要放烟火、啊。要跟各位倒数哦。时间不太准没有关系，至少我诚意是够的，就是对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哈，八月的时候拍了不少老梅的存档，对，超死我一整个月，超累的，超累的。八月跟着累，对，芒果跟着累，我们就整个月拍芒果存档，不是老梅存档，老梅存档，芒果跟着拍老梅存档，对，所以存档还有啊，在他回来之前还有的发，还有一点货可以发。然后呢，还有去卡拉 OK 直播，嗯，然后还有闲找我合作开箱，嗯，然后就跟芒果来开箱，嗯，抽奖，大家继续去有闲买哈，嗯，然后还有带芒果出去外拍，嗯，去逛展览，对，懒得鸟，对，成名作懒得鸟，是的，对，倒数一分钟要跟各位跨年了、哦，我赶快讲完了、哦，然后我们还去拍了燕屋。是的，燕屋。然后我们九月 还跟 Becky 合作，然后九月我又去电玩展。嗯，对。然后十月文娘娘被霸凌。啊、然后十一月是芒果月。是的。整个月都是芒果。对。明年整个年都是。啊、有点多。不太多。我怕大家觉得太多。啊、不会啦，芒果不嫌多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倒数十秒了哦，倒数十秒了。那十二月就是这样，十二月就是游戏玩完就是这样嘛。对。哎呀，好，倒数十秒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耶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哈哈哈哈哈！新年快乐！撒花！撒花！棒棒棒棒！现在赶快转到那个电视台去看烟火啊！对，先看个三分钟。对，好。看烟火。对啊，就两边放着嘛。对啊，放着，反正我们再讲个五分钟嘛。对。看烟火，嗯，好不好？看一看，再转过来看我们在讲什么。其实刚好这样，整个年我们就讲完了。对。那明年啊，烟火看完了是不是？啊。这么快的吗？明年也是有一些新年新希望啦，就是说跟芒果的合作会有一些可能直播啦，可能卖一些商品啦，或者说拍一些特殊影片啦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。那如果想看芒果演什么，就在底下留言，可以演什么？不好说。不好说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就发呆十分钟这种的。可以。如果你想看芒果睡觉十分钟，发呆十分钟，我们就来拍这个。谁要看？有啊，还会抖内啊。好。欢迎大家抖内啊。好。好，我们这个片子最后会有那个彩蛋。彩蛋。嗯。继续看下去。对。会有彩蛋哦。嗯。但我会想把这个彩蛋还是会。另外再剪成一个单独，好啊好啊，但就是先夹在，也是会放在这里面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彩蛋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梅，好久不见。
因为我一直都在英国，所以只好请社长用一年前拍的影片来糊弄大家。然后2019年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希望大家原本预期要做的事情都真的有做到，然后明年2020年可以就是事事顺心，然后定下一些目标，让自己持续进步，然后玩到很多好玩的游戏。嗯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